那首先呢，要上场的是180队的王鹤棣、周柯宇。你们如果是因为没站住，就不丢脸，就题没答对，主要是因为没站住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是不是？是的啊，好吗？好，来啊，做好准备啊！你搂脖子，使劲搂脖子就行。对，来，预备，一分钟计时开始。5+3+2，时间5+5=80。好，回答正确，来。三。三。3+3，3+3，等一下，7+3=6，回答正确。好，来，11+1=10，12+1=13，回答正确。刚算的好快啊！12+6=4+5，回答正确，要踩在腿上不能抱啊！30+2=11，11+2。22+22。对对对，好，这题超时了，非常棒，答对了主题，掌声鼓励。漂亮！可以，牛，厉害！好，下面我们要挑战的是一对好朋友，我们的大哥谭振次和布隆飞雀。哎，这好朋友有没有用啊？你俩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重心不稳，他们队肯定稳。要干扰，快点，要干扰，快点，交换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啊，谁先？我先吧，来。好，来，预备备，一分钟计时。挑战开始。我是一张空，战死一颗松。哇，好厉害！11+12+4+7+8+9+10+11，回答正确，来。加油，好好算。好，不要提醒，也不要干扰。来，下一题。22+2=11，11+2=11，11除以1=0。好，回答正确。他们两个人加起来快70岁了，我的天哪！加上我刚好100多岁。抓紧时间来，1×9=4×2。1+1=8，累不累啊？别搞他了，你们不搞他，他都算不出来。累不累啊？不要跟他聊天。一，好，回到正确。2+1=3×3，1×3=……回答正确，来，下一题，抓紧，来，8+7=11，11+11=11，11+7=12。好，时间到。哇，怎么办？他开始编数了。这咋玩意儿？可以。
我中间没有看错吧？傅龙飞在那答题字，一边算着一边还，你累不累啊？对吧？中间还插话聊天。我跟傅龙飞说别聊天了，答题啊，是不是？他非常温柔的对大哥说，你累不累啊？别的不说，就这个体力活，明白？赢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赢了。你们的姿势非常的优雅，对对对，而且稳，标准，标准，标准。他全部给你喊错的，你全部答出去，没，他请给我。祝贺180队再次获得20分。然后好六加速队获得了10分，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，水枪版的321，看这边。好，来吧，好，大家在后面排队。小丁第一个，你第一个，我第一个。田忌赛马，先左边。行，这个非常的简单，失败的人被淘汰。行，到哪一队还剩下最后一个人，哪一队就赢了。20分，好吧。好好好，首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。石头剪刀布，好，龙飞先攻，来。一二三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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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哇！啊！好，布龙飞获胜。没事啊，来，没事。小丁，小丁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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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丁，小丁，来，继续。三二一，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好，来，高汉以上。一跳舞，一跳舞，一跳舞，一跳舞。小丁，一跳舞，一跳舞，一跳舞。哎，休息了，谢谢东西吧，谢谢东西，休息，坐着吧，坐着吧。继续，到我了。三二一二三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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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走。好，高瀚宇战胜了丁程鑫。下面王鹤棣上来，准备王鹤棣先攻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你刚刚想抽我们的人是吗？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一二三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你们俩玩的好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网速偶尔还是会卡一下的。好，来继续，到汉语宫来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你先放下，好，到我了。一二三，上。一二三，上。好，王鹤棣战胜了高瀚宇，现在大哥队，王鹤棣，大哥先攻，加油！一二三，看见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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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姿。现在谭健次战胜了王鹤棣，现在周柯宇上，周柯宇先攻。